来，现在呢，我们很高兴电脑已经重新开机了。来，麻烦老师先不开机，先插上去。好，插上去。再插上去。插蓝色的。哎，对，其实这个速度都也好。再来一个，再插上 Webcam。也是蓝色的吗？坐放旁边。先插。好 ，OK， 好，再来就开机。开机。开机程式。非常困难，非常困难。难道我们一二三就搞定了？好，下。所以其实我礼拜一测完，啊，没了，没了。而且收音效果不错，收音效果不错。等一下我跟老师们分享怎么调那个地方。啊，就关键就是嘴巴不讲话的时候，背景杂音会不会这个不要那就是。很不错的。那是否上课的时候拿麦克风，它的效果会更收的会更清楚一点？看情况，看情况，对对对。所以你看我女朋友都一直带两只，然后那只的话，我就故意讲，对不起，钟声响了，再给我一分钟，因为之后听到这一段录影带，你们根本听不到钟声。包括我们这样讲话的话，我的麦克风，但它指向是只录我这一块，周边不容易录进去。对对。那尤其是出差错了，就是。我忘记切换麦克风，我检查失误的时候，结果他就录到背景的声音，不然不会录到其他的，就只有录到我讲话。所以其实他有点不太开机的感觉，好像有点跟平常开机不太一样，就是因为他抓到了那个。不知道，我没有跟 Windows。哦，好。对，你问错人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有关系，因为学校系统都是 Windows 的。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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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我承认我有洁癖，我是反微软、反苹果的，你也反苹果？苹果很不道德啊，哎，但是拿人家东西不需要，他没有违法，只是说他没有那个。好，来，老师请聊。我要做什么？对，等他进去了，需不需要密码？不需要吧？不需要。好，欢迎。然后呢 ？Enter 吗？应该我不知道，应该还在等他，他应该还在跑哎。因为通常出来就是直接桌面了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像下周如果是十一点聚会的话，我就是不是请那个另外一个刘老师，请他借他喜欢的教室过去？哦，好。对对对，而且好，那位老师是观光系的吗？对对。好，然后好来那个麻烦到随身碟，这个对。好，那我趁机解释一下哈，就是现在有很多天才。哦，不是反面化，是真正的天才啊！他把软体放到随身碟里面，而且是合法的，所以我到时候会给各位的时候，不用担心时尚管制，不会不会哈。那个他为什么还没出来？知道音虚拟，这个有关系吗？好，来，到我们的随身碟去，随身碟在 F， 好，那点进去。那跟自己跟他解释一下，像这就是我昨天录的，礼拜一录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有个东西叫那个 portable apps， 好，或者是这个也可以。你是说？那我们用这个好了，用这个好了。那个 start 吗？对对。好，点进去哦。好，它就会有一个选单放在左手边。对。来，这去播。这个吗？这个吗？对，好，那现在呢，这是我里面的软体，到时候我会给老师们这些软体，就是你复制过去就有。那全部都是自由授权，就是我可以复制给你，然后不用担心侵权，不用破解，对，那有问题找我。这个是要用下一步还是取消？它可以更新，这就是我们的男主角，叫做 OBS Studio， 也是文先生教我的，好，所以你看我把他拉进来就是这样啊，先取消好了，我快速解释一下，到这边，这个，对，别，就这样，对不对？这一串像。这一串都是我们可以用的软体，那这是我用的 Office， 包括下次我以后有机会跟大家分享，我做了一个名片的档案，我就给学生丢进去，你就自己套上去，名片档的背景啊、名称什么都是你自己用，我就是用这个画的。那说简报，上次我跟大家分享简报，我就是用这个，就是 PPT 的 PowerPoint 的那个替代品，那是这是行政院推荐的 Office。好，来。那这个是我会用的，这个叫 Light Screen， 它是截取萤幕的，也就是说你讲一讲到某个地方的时候或者怎么样，你可以把它取下来，
存到你的地方去。好，来切入正轨，我们的重点是 OBS， 请把它点开。好，点开的时候呢，这时候会，等一下，这个要关掉。哎，好，把它关掉，关掉。好，再点一次。要再点一次吗？哎，跑到哪里去？魔皮啊，楼上，在楼上，对。就是这里。对，再点一次。好，对。好，等他，等他。所以他全部都靠着随身碟在跑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们就可能就快速录个30秒，让老师录一下。有过困难的，一叉二叉开机连续。他好像又不见了，为什么？哎，我点不出来。刚刚不是跑？对啊，是跑一下，还要再点一次吗？那这里好了，来到这里来。这个。对，点进去。到 OBS 哦这边。到哎，来到后面去了。那我们把这个收起来。没有。好，来。然后把这个按对不起，按打叉，它就会收掉。好，确定，按确定，那就按这个，对不起，对，按这个三角形的。三角形，对，它就收起来。哎，那还是一下。那怎么收起来？好，那再按确定，那按这一颗，一定会收起来。按哪一颗？按这一颗，对，我不熟这一套。哎，左边。按这个。这个。对，点。它应该收起来。叉，好。哎，还是不行哎，奇怪，你确定吗？好，你看怎么收起来，奇怪了。好。好，我先给它关确定。哎，还是这边有什么东西？哎，对，我记得是可以把它收起来的。啊、应该是可以收起来的。我再按一次好。应该是叉吧。哎，对不起，就用。好。不生气，不生气。不管了，我还是就好。好，来，好，麻烦老师，现在哦，现在有第一个检查麦克风，测试，好，那是不是从那来的？我会用敲的。哎呦，对，好，好，第二个，那我们来看视讯，来，这是视讯，来，点一下这边。视讯截取装置。对，点下去。没有视讯，对不对？按右键。那个属性，最香吗？对，属性。属性。在事先要先去设过这些东西。好，那这边点。USB 装置。对，点一下。第一个，对，这是那个来了。好 ，OK。好，那第一个，对不起哦，我不要上镜头，我是要讲义。好，那就麻烦老师点一下，点。点哪里？点画面吗？对，点。我点呢？右键才。我错，对，确定。好，来，然后这边现在这么小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老师可以再缩小，对，拉到老师满意的。好，像这个情况之下，等一下，有一个人在讲话就好了。那像我这种过动的人啊，对不对？我就会走到这边啊，有时候会靠近同学一点，对，就是有点戏剧化效果。那、这时候镜头就跑掉了，所以有些时候我会喜欢拉延长线，像假设你拉比较长一点的话。那你在走动的时候还跟车吗？但那是我下一步计划，我人走到哪里，机器自动追着我到哪里。它会感应。对，我已经预计要去做这一块了。好，那个是梗，这个梗留着。很厉害。好，那老师会再大一点。好，再大一点。再大一点点。好，来，那现在呢？我们现在在事先调教啊。好，来到档案。好，到现在到设定。到设定。好，那。接下来就像我刚才讲的，一般这边都 OK， 那因为我们不要用串流，就是不用直播，不管它。第二个，按串流不管，来输出检查，这个时候是这个位，老师我们看不懂，然后就不要管它了。这边摄影路径留在 user KNU desktop， 那确定一下我们这边是在这里。等一下我们就会知道，如果说学校一次全部都放 KNU 的话，那这边也可以放到 F 去。哦，我们自己可以设，如果设 F 的话。对，但是我上次设 F 不晓得有没有录制成功，我不知道，所以后来把它设在这边来。那就是它会录在桌面吗？对，会在桌面。好，那这样理论上是在桌面，或者说来老师我们浏览，因为其实我比较喜欢桌面，因为我离开的时候会看到有个档案，就
可能点我点桌面看看，按选择，选择需要讲，对，果然是同一个名称，所以需要是同一个名称。好 ，OK， 再来是点音效，好，这边看不懂，我知道讲我看不懂，来影像，好，那104横距的话，104横距的 OK， 30，其实这台电脑2019年了，可以设60。但不要没事找事做，就设30就好。好，那这样子快速键的话，我听说我一个高手告诉我，你可以按摩快速键，就整个就暂停了，不用全部停掉。但是我还没找到，暂停，妈的还睡觉，滚蛋！继续，来那个我们这个，好，开玩笑，就是听说快速键有这个功能，然后好，那进阶我们就不管它。好，但是那我们就关掉吗？等，它会有一个。存档怎么不见了？救一下！是不是看在下面这个画面？对，这边有个确定哈，因为有些时候它跑掉，按确定。好，来，那现在等一下，老师这边有没有那个什么样的网页还是什么资料在英文的？英文的，简单的，还是我们一样设那个台北探查？好，可以。早上刚好去支援那个高中生要做圣诞树。对啊，为什么这是2019年就是今年。2020啊。2020就是今年6月的会。所以到底它里面是真的那么新吗？就是构思到底是一届卡卡啊，是今年的。他写的是一画讲桌组，讲桌组。哎、欸，我乐敏，我不骂了，等一下我关掉对吧？开玩笑。那老师等一下哈，就是等一下我们从这边过来。那今天全程会比较慢，但是我都录在里面。OK， 好，来，就这个 OK 哈。我再换一个档案，不要全了。对呀、啊，这是一个示范。好，那我跟林老师讲，我自己的习惯是这样子的。来，各位同学，准备开始录影哦。倒数十秒开始，啊，那抠抠搂搂抱抱的啦，挖鼻孔的啦，抓头的啦，赶快就做好了。啊，因为有些时候我说，我镜头要转过去了哦，因为这个是提醒，而不是说，快。好，倒数十秒，准备开始。好，那就这样。好，那老师按开始就可以把它收起来。对。开始录影。好，已经开始录影了。好，谢谢老师。不是。不是按这个。不是。Four。哦，太好。收起来，按横杠的那个。这个缩小，缩小。对，好，缩小，好 ，OK。那开始录哦。OK，Hello、okay, guys, good afternoon. Good afternoon. And now I'm going to read a piece of news from Taipei Times. Okay, as you can see, we can see the headline here: China fabricating spy reports from MOFA. 好了，那可以停止录音了。这边。就是在这边吗 ？OBS 吗？对，点出来。按停止录制。Okay. 哦，所以老师是英国腔的，是不是？对。OK， 好，那我把按斜线把它收到下面去。OK， 好。那这个再收起来，按斜线一条横杠收起来，应该在这个也收起来。这个收起来，应该就是这个。应该在这边。这个好，我点开。那我们听一下那个音效。这个音质可以接受吗？是没有单字的那个来的好，但是好像老师不讲话，背景声音 OK 的，对，感觉有点回音。对，好，先这样子，很好，是铁 webcam 够了，因为你要我那一套出来，下次我给林老师看我那一车。所以你看真的很棒，就是只要一个随身碟，然后跟这个而已，这很轻哎。老师等一下。